地下，地喺身體嘅位置啦，要去做一個通經絡啦，塊面都得嘅，就可以令到皮膚去吸收。Hi， 大家好，我是 Ico Mo 嘅 Ico， 今日咧想同大家玩滴蠟啊！嗱，唔使驚訝，真係玩滴蠟。嗱，首先我介紹咗我手上邊呢一套先，嗱，佢咧總共有兩set 俾大家選擇嘅，每一 set 入邊咧都會有一個心形嘅刮痧板，係粉晶刮痧板喎。嗱，咁開俾大家睇下先，佢個粉晶係好靚噶，同埋咧大家都可能要留一留意啦。粉晶嘅功效咧，我諗大家都會知道噶啦，可以促進人緣啦，同埋人際關係嘅。係啦，所以有時你會見到我哋女仔咧都會喺手上面戴住一啲粉晶咧，就係想增加戀愛運啦。嗱，咁同埋啦，呢個粉晶咧係屬於天然嘅粉晶嚟嘅，咁係人手加工而成嘅，咁所以咧每一個嘅顏色啊、紋路啊、厚薄咧係會唔同嘅，咁所以可能就呢個朋友買咗，點解同我嗰個會有啲唔同嘅？呢個就係大家嘅獨一無二之處咯。粉晶啊，我介紹第一個 set 先，第一個 set 咧就係呢一個，嗱，佢包一個心形刮痧板。同埋咧，佢有依一个120g 嘅椰子蜡烛，好开出嚟睇下先，系啦，120g 嘅椰子蜡烛啦，同埋佢有两支香薰油嘅，10ml 嘅，各10ml，一个系薰衣草啦，另一个就系白麝香嘅。咁转头我就会教大家点样用嘅。咁好，另一 set 啦，另一 set 咧就系呢一个啦，就系呢一个玫瑰果精油啦，系啦，玫瑰果精油。它入面咧係好靚，有少少花瓣嘅，係啦，玫瑰果精油，係啦，呢個就係第二 set 咁樣啦。好嗱，首先咧我試咗嗰個滴蠟先啦，因為其實都幾得意嘅，我覺得。首先我試咗個滴蠟先，其實都幾可愛嘅呢個套裝。好嗱，佢就係咁樣嘅，開咗出嚟之後咧。好，但大家見唔見到佢呢度有個心啊，咁就可以點著佢嘅。咁點樣做咧？嗱，平時我哋咧點著咗之後咧，我會加啲香薰油嘅。呢個套裝入邊已經包咗兩支香薰油噶啦，係啦，兩支香薰油噶啦。咁好，我而家試一試先。好嗱，首先介紹咗第一 set 嘅套裝先啦。嗱，咁佢就有一個粉晶刮痧板啦，椰子蜡嘅蜡烛120g 啦，同埋各10ml嘅精油嘅，咁一个就系薰衣草啦，一个就系白麝香嘅。嗱，首先就点着咗嗰个蜡烛先，嗱，但系记住，每次燃烧嘅时候系唔可以多过4个钟头嘅。咁到差唔多时候啦，大家见唔见到佢有少少蜡喺度啊？系啦，咁就可以加自己喜欢嘅精油啦。好，我就加呢一个薰衣草落去先，哇，劲香啊！滴几滴落去，等一阵之后咧，我哋就可以吹熄佢噶啦。佢系一个45度嘅椰子蜡嚟嘅，嗱，吹熄咗之后咧，其实大家就可以滴喺一啲滴喺身体嘅位置，嗱，见唔见到啊？滴咗喺度啦，跟住咧就可以用一个刮痧板去做一个通淋巴噶啦。身體方面咧，就係可以幫助通經絡啦，塊面都得嘅，面都可以嘅。呢一個咧，通常我自己咧就會用喺身體方面嘅，咁就可以有呢一個全身通經絡啦，可以令到個體態變得輕盈啦，同埋係可以滋潤到皮膚嘅，同埋佢有啲香薰精油可以瞓覺之前用咧，係可以令到大家好瞓啲嘅。咁另外呢一 set 啦，呢一 set 咧就係叫做玫瑰果油，咁佢入邊咧就有可可巴油嘅維他命 D， 維他命 D 有咩好呢？就可以抗氧化嘅。平時我自己咧就會將佢崩一滴啦，可以大家睇近少少，佢好靚，有少少花瓣喺度噶，花瓣喺度噶。嗱，呢個就係第二 set， 係啦。咁平時我自己咧就會可能滴一滴落去塊面度啦。系啦，我塊面度，跟住就搽佢，又或者可以加喺自己平時用開嘅面霜，擠落去溝埋去用都得嘅。咁咧就可以令到皮膚去吸收到啲精華啦，同埋可以瘦面嘅功效嘅。下頭位我都會用嘅。好，希望大家中意呢件產品，下次見，拜拜。